乒乓球特长生遇到全省队，谁能够更胜一筹呢？这是在中山康乐体育举行的一场交流赛。蓝色衣服的选手是蒙刚雄，他是前广西队的主力选手。而蒙刚雄的对手是何俊杰，他是来自广州体育学院的，是一位乒乓球项目的特长生。蒙刚雄的这个腿挡真的是太稳定了，而且是带有一定的卸力。蒙刚雄他的直拍还是比较偏传统，直拍横打也是后面才加进去的。今天何俊杰的状态明显是要更好一些，很快就以7-5拿下第二局。蒙刚雄的这个搓球是有点假动作。像这种推挡过来的球是有点下沉。今天是什么比赛？今天是中山好乒乓，欢乐乒乓赛。最后是何俊杰3-0赢下了比赛。